我今次说什么啊？你记得吗？因为我最近呢看到，我自己都有用了。因为我冲凉的时候呢，我发觉你反感了，因为我使用用肥皂那种感啊，块块的。那么然后我觉得，哎呀，好像将来会吃它的，因为它变成水水啊、油油的时候，软软的时候，要留的。留在嗰个土黄嘅地上，将来会拿嚟切嘅，所以我有点害怕咯。所以变成咧，我就冲凉嘅时候咧，我自己 design 个盘子。咁啊，design 个盘子之后咧，我用嘅差不多有2个月啦。咁啊，然后咦，好像最近有2个新闻俾我听到，就浴室冲凉嘅浴室跌倒，甚至到死人受伤了，老人家也有。明星也有，我不方便跟你说谁了。咁啊，然后我听了都叫，咦，我那个方法蛮好嘞，可以帮助你们，浴室都跌伤了、受伤了减到最低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好多人嫌麻烦，就是一时麻烦，令到自己一个不小心受伤了。所以我可以耿耿对你们说，我这个发明呢，本来就没有这个发明的。就突然间，我想最近啊，有明星啊说，这浴室受伤了啦，或者死了啦，生命都不见了啦。咁啊，然后我就想起来，好多老人家也是在浴室的跌伤了。咁啊，我感觉不管你年纪有多大多小。我觉得蛮重要。本来呢个发明呢，我就给我自己，即系后生，被自己一番碱水导致死循环，咁呢令到个啲沙杯很滑，没有将能切到啲肥皂，因为肥皂系用，浸软了之后，它是一种油嚟嘅。植物油啊，什么油都有啊，所以我感觉到有点害怕啦。将来也是很难对付啊。我将来仲发明嘅，现在研究，应该就我感觉应该成功。迟一点我做给你看。咁啊，然后我做呢、这个，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说呢？你有看到那个盘子啊？那个盘子啊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就是。那个盘子呢，本来呢我没有做那种东西的。那你看那个，本来我没有做这个东西的。还有那种，还有那个，一个洞，一个洞，一个洞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？主要呢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呢，这个盘那度啊，你看了先，我教你们怎么做呢哈。本来呢，我没有做呢种东西嘅。还有呢度，有一个洞一个洞，就是最旁边，你不可以最井里，因为最井里呢令到地下湿了。我尽量呢，不可以弄到地下湿了，所以弄井里一排洞就可以了。还有呢个呢，因为你个盆子呢放在地下的时候，很滑的，很滑的。怕不小心陷到，也是跌倒，所以我做东西很小心的。所以我首先呢，我做这个，给你先。我首先呢，你看我要怎么做哈？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胶枪。咁啊，然后呢，首先呢，就呢度，为什么我要摩擦它？即系令到呢度呢，有种粗粗啊。一磨磨磨磨磨磨磨了咗之后咧，一支胶枪咁捻下去，令到它比较切得很稳啊，不会很容易脱出来，所以呢个步骤也是蛮重要的。所以起用嗱，做了咗之后咧，等它做好啦，你看，我做了，你照一下，然后咧。我整个里面呢，整个里面呢，整个里面呢，我们呢，
你拿笔也好，不拿笔也好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拿个修红，修红那个用电的，这个用电的，修红。修这个就够了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还有那朵里面也不一样，因为什么？我尽量，如果我们冲凉的时候，比如说，那朵就是一种，好像那朵，是跟着浴室前边。那比如说，我们冲凉就这里冲凉，那朵呢就前边的。那么我们呢，可以就那个洞，那个排洞，它在里面，跟我们的人呢。就站在里面了，所以我等一下我示范给你看怎么冲比较好啦哈，等你们看得清楚点。我觉得那个发明呢真是蛮很有创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们嫌一点点麻烦呢，我不怕对你们说，我们只是跌倒受伤了，我觉得是了几受伤还好。因为受伤了，可能令到自己后，跌到残废也有啦，什么东西有啊？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呢？因为真的蛮重要的，就是如果你们觉得麻烦，我也不敢勉强你们啦。因为如果我们做好，安全的东西出来，应该避免很多的。因为现在我们家里的东西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的，因为那个砖啊，一点点瓦，你翻干冲凉的水啊，翻干肯定是瓦的嘛，或者洗衣液啊，洗什么液都会瓦的嘛，所以变成了我们呢就不小心呢，就好像我们站在这边。那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个盆，没有这个盆，因为我们冲凉的时候呢。好像在冲凉的时候不小心，我们冲凉了冲凉了，不小心滑就滑下去了，根本变成跌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我那个发明呢就蛮 good idea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那等一下我希望给你看怎么做那个盘子，怎么好令到你们有种安全感。因为为什么蛮重要的，因为对小孩子啊，我觉得对每个人都很重要，只不过看你嫌不嫌麻烦。如果你不觉得嫌麻烦，我觉得蛮 good idea 啊。好啦，我下次示范给你。Hi you， 那我跟你们说呢，我示范给你们看怎么用我那个 design 的盆子。首先呢，你上那个洞，那个出水的上去这里，上去这里了哈。咁然后呢，我洗头给你看啦哈，怎么洗头给你看啦？嗱，你看啦，我要洗头先，因为我洗得很特别嘅。OK， 然后我洗了先，为什么？嗱，你看，我洗完给你。然后呢，然后呢，这里水往那边里，关你婆婆家吗？关你婆婆吗？妈妈，那我洗完了，那等我冲凉了，那我冲凉给你看，你水呢？我现在拍视频，没所谓啦，当系用多个厕所冲多嚟个厕所啦。咁我怎么用用给你看啦吓？咁啊，然后我不可以，不可能脱衣服给你们看噶嘛，现在，所以我要脱衣服冲凉给你们看啦吓。嗱，你首先呢？等一条毛巾啊。什么都好了，毛巾啊，铺到这先。你怕呢，安慰多点安全感。然后呢，哈，然后呢，哈，用那种，用那种，用那
种。咁啊，个人咧站在里面先，站在里面啦，摩擦摩擦，啊啊，因为我不可以，我要争取时间啦，啊，咁啊，咁啊呢度没有粗噶嘛，完全没有粗噶，对唔对？嗱，我只手有翻架，没关系，摸只脚，嗯，咁然后咧，我怎么洗咧吓？蒸咧，你将个卵。啊，你看你怎么先做了哈？因为为什么以前做呢？主要的番茄蒸呢，放在个盆里面，啊，前边完全没有湿，啊，你这样比较好了哈，完全没有湿，啊，这个，啊，那没有湿，啊，你放这里了 ，OK， 咁然后呢，啊啊，咁啊，然后我冲完凉了，咁啊冲完凉。咁啊，如果你怕的时候咧，嗯，啊，怕的时候咧，嗱，一只脚冲一下，啊，最呢个最冲一下，咁啊，呢个完全没有肥皂，有得一点点，只要在那个盆里面，它已经留在里面啦。如果你做好嘅，好像你这样，在里面啦，哈。如果你为了多点安全感，铺条毛巾，啊，然后呢，咁啊，当你冲冲，嗰啲番茄水咧，尽量很少一点，这样向住出去，也没问题，也没问题。咁啊，因为啲番茄尽量去个盆嗰度，不会留在这边。嗱，你看这个洞，啊，呢度没有破洞，主要系呢度。所以当你们冲完的时候，啊，如果你比较安全点，嗱，这样啦，啊，安全点，啊，最要安全点嘅，咁啊，哇，我对你说，你冲呢个凉啊，安全一万倍，没办法啦，我一试了，只不过我告诉你们，就是用呢个方法，我们可以减到最浴室里面，受伤了，减到最低。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尽量当我们冲凉的时候，前边没有湿，将你番茄水、肥皂的水、啊冲凉的液，哇的，真的，我听过好多人受伤的都在浴室里面，我甚至到我唔怕对你说，我做到冲凉的，这样啊。冲的时候，然后站起来，然后这样的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方便我们，如果一个不小心受伤了，这都残废就更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那个安全措施是100%了，因为你不可能，怎么说有浴缸。可能啊，现在的地方哪里有浴缸给你放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啊，参考我那个方法啦哈，啊 ，OK， 祝你们喜欢啦，拜拜。